丫丫，去哪儿了？回房间呀。我说刚才去哪？哦，回家了。猫丫丫，请你记得，这才是你的家，好吗？妈，那个我有点累，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回房间休息了。等等等等，你现在怀孕期间，可能你忘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也愿意不厌其烦的再重复一遍，告诉你我的家规。就是我希望每一天呢，你要出门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告诉我你去哪里，你见谁，什么时候回来，回不回来吃饭，都要让我很清楚的知道。还有你的手机必须24小时都是开放的，让我能够找得到你。因为你现在肚子里怀的是我们刘家的宝宝，万一有什么意外发生，起码我可以救你啊，对吗？刚刚我在小区里头转了不知道多少圈，我差点要报警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妈，那个您刚才说的意思是，我以后都没有人生自由了吗？至少在你把孩子生出来之前，要按照我的规定。行，好，那我就回房休息了。去吧，赶紧的洗洗。哦，对了，20分钟出来喝汤啊。丫丫，你还没睡吧？没呢。我写了个约法三章，你看一下。啊，约法三章？什么约法三章啊？这是学我妈的。丫丫，你必须跟我保证，孩子的事情你绝对不会泄露出去，你的孩子就必须是我留活的。你已经在意这个孩子不是你的了？不是，我不是在意这个孩子，我在意的是为什么我没有在相会之前遇到你，为什么我们两个对的人要在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以后才能够相遇。我爱你，丫丫，现在我们结婚了，我很珍惜。什么事情我都可以不逼你，但就这个事不行。我可以不在意你之前跟向辉的事情，可是我妈能不在意吗？重点是万一向辉知道，他能不在意吗？可是我真的不想因为过去的这些事情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未来，所以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保证，保证这个孩子的事情绝对不会泄露出去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这个秘密你得守住，守一辈子。签好了，我保证不会让任何人怀疑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留活的。十几个小时的飞机，真是累死了。
欢吗？外面再好，也没有家里好，对吧？嫁给我吧。我以前说过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我要让你光明正大的成为我的女人。其实你根本不用考虑那么多，我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当好我的太太。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嫁给我？建国，我只是觉得这样会不会太突然了？没关系，我给你时间让你考虑，我等你。坟墓啊，嗯，真好。丫丫姐，时间过得可真快，你这肚子跟吹气球似的，说长起来就长起来。哇，这就是爱情的结晶吧？哎，让我摸摸。我也摸摸。哎，我也摸摸。你摸什么呀你？趁机揩油啊？我来摸摸。卡什么油啊？哎呀，宝贝儿，我是你新鲜阿姨。哎，她好像在动哎。是啊。好神奇哦。有事吗？有。那说。雨琦姐从国外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网上都公开了，什么建化地产董事长童建国首度公开女友，标题是什么？爱情事业最佳伴侣，新晋豪门贵妇，哎，反正什么乱七八糟的词儿都有。这跟我们有关系吗？你跟我说这干什么？雨琦姐不是。不是什么？我现在的老婆是毛丫丫，她快要生小孩了，我快要当爸爸了，何雨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刘总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雨琦姐在公司也有一半的股份，她经常会打电话过来询问公司的情况。而且你们两个在一起那么多年了，感情那么复杂，那么深刻。不是说断就断的。什么那么深刻，那么复杂？你是言情小说看多了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过去它就是过去了，再深刻再复杂，它还是过去了。丽萨，这样说好了，我知道你跟他认识很多年，感情很好。身为老板的我，其实不介意你们继续当好朋友的，所以其实你可以不用这样，非得撮合我们两个。可是刘总，你不要再叫我刘总了。
这里又没有别人，你说话当然是跟我说，难道跟别人说啊？哦，还有事吗？没了。那就这样了。嗯。您可是刚被评为年度新锐的设计师啊，这点小事儿对你来说完全不在话下嘛。来，喝一个。哎，你们看这个妞，一看就是刚失恋。这个时候的女人最容易到手。太真实。你干杯。没有，嗯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我叫你打电话问 Lisa， 她下班之后去了哪里，不知道吗？哎，我问了，她说不知道。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自己老婆要生孩子，还有，我问你们，你们现在年轻人自己手机没有在身上，你们不自觉吗？你们不会觉得很不习惯吗？你们不会打电话来找找我们吗？他们不知道老婆要生孩子吗？哎，对。你打电话给毛丫丫他们家没有啊？没有，太着急我忘了。是问你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呢你还好没打，你打的话呢，他妈妈一家人跑来看到孩子在生，但是孩子的爸爸在哪呢？是不是要怪我们呢？对不对？不打是对的，不打是对的。Thank you.
子平安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母子平安，儿子，孙子。知道你还爱我，我知道你放不下我，这么长时间，我想把你忘了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刘红，我爱你。刘红，你不要。都那么长时间了，现在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了。要当爸爸，你过好自己的生活吧。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恭喜你！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应该同意？那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好一个与你无关呢！没错，童建国可以给我他的一切，可是我还是生活在痛苦当中。因为我爱你，因为我只爱你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跟童建国在一起也是为了我？如果当初我拒绝了他，你就会去坐牢，你这辈子就毁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真的认为你打了童建国，你那么容易就没事了吗？啊？你当初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如果你相信我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。你让我没得选了，是你，是你让我没有后路可退了。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，当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告诉你，告诉你，你只会跟童建国去拼命，你斗不过他的。我宁愿让你觉得我是一个坏女人，我也不能让他们毁了你，我不能。回忆总是苦涩，我就是要听你说。你凭什么擅自做这些决定？就凭我爱你，就凭我爱你胜过我自己。你说，你说我应不应该嫁给童建国？就这一次，我让你选，我让你给我选。走地就走了来，和谁感慨，没有爱。
生活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做错了？生活，你别走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你别走，刘皇。刘皇。哎呦，太逗人了！你说丫丫啊，她才这么点大，那个鼻子这么挺，跟刘火小的时候是一模一样。亲啊，你来看看。嗯，这哪像火哥啊，一点都不像。你懂什么呀你？你生过孩子没啊？我说像，他就是像。你再看看，那眉毛、那眼睛、那鼻子、下巴颏，还有那皮肤，哪点不像了？不理他啊。那小青有神经病的吧？对哦，是不？哎，我说也是，这刘火，老婆都生了，人也不知道到哪去。丫丫，没关系，一会儿刘火过来呢，我一定狠狠的教训他，你千万不要生气，好吗？青啊，赶紧的，你回去把我给丫丫准备七天不同的补汤也弄热了，端过来啊。丫丫刚刚生，她必须要喝非常非常补的糖，这样才能有奶水呀！快去，嗯，行，快点，走啊，快点啊！奶奶来了，奶奶来了，奶奶好爱你哦，知道吗？奶奶最爱你了，那，嗯，好孩子。何雨琪啊，何雨琪，我想得到你这个女人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小张，明天一早到我这来一趟，我有事情跟你说。姐昨晚生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她昨天晚上生了，你手机也没带，我们都联系不上你。看来雨琪姐是真的没希望了。喂，小青啊，嗯，什么？毛丫丫
生了。我最爱的人当爸爸了，他当爸爸了。爷爷，爷爷，怎么突然就……你这小子啊，老婆生了，你消失了，你昨天晚你去哪里了？啊？平常。看你对毛丫丫是爱得死去活来的，到了紧要关头你又飞去哪了呀？你知不知道女人在生产的时候是最脆弱的，而且最没有安全感的，最需要的就是先生在身旁，你懂吗？谢谢你的早餐。现在不说这些了，赶紧的进去，好好的哄哄丫丫。去去去去去。刘华，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我有个客户，他喝醉了，我实在走不开，我又没有带电话，所以不知道，手机都是我刚刚回家拿的。哎呀，对不起。知道你这几天快要生了，应该要谨慎一点的。我太粗心了。可是，怎么突然就生了哦？生小孩痛吗？丫丫，这一次呢，我真的站在你这一边。刚刚啊，我在外面把他骂得个臭要死的，告诉你。刚刚生完孩子，千万不要动气哦，知道吗？啊！哎，做爸爸了，赶紧的，看看你的宝贝儿子，长得跟你是一模一样。你看那小眼珠子，转啊转啊转转的，而且他特爱笑，太讨喜了。你看看他，给我抱一下。没事，来抱吧。童总，气色不错呀。昨天晚上求婚一定很顺利吧，何小姐？公司最近的业绩怎么样啊？销售和财务的报表我都在整理，我一会儿拿给你看。还有，尽快安排我跟安先生见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童总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等会儿，那个刘火最近怎么样啊？火器公司。怎么了？不方便说。童总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乔扎，你记清楚了，你是我的人，明白吗？说。火器公司这半年的业绩比之前翻了三番。刘火被媒体采访，被评为了年度的新锐设计师。真的假的？您上网看看。
长，你这样啊，你尽快的把火器公司最近半年新进的客户资料给我调查的清清楚楚。还有这件事情，你知我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这点排骨跟您有仇啊，是不是？雪冬啊，雪冬啊，雪冬啊，雪，你说这雪冬啊，他什么人呢？他啊，我们家丫丫嫁给他，他就以为跟我们毛家没关系了。凭什么我们丫丫生孩子，他不第一时间通知我这个当亲妈的？哎呦，丫丫不也没什么事儿吗？哎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他不是给别人养孙子呢吗？哎，照你这么说，我还占便宜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从一开始我就不同意丫丫嫁给这个刘火，都是你财迷心窍，非得让她嫁给他。哎，现在知道好了吧？什么叫不门当户对，懂了吗？这个薛冬娜，他什么时候好好跟我说过话？妈，您别激动，您老激动什么呀？别激动。激动！您放心，放心，我激动。行行行，肯定受委屈啊！我照片给妈看看去。来来来来，快！您大外孙的照片。这是我外孙子啊！啊，得了。哎呀，笑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真好看，长得像丫丫。妈。您这看呐，眼仁都跟着笑啊！你们俩啊，别老看人家孩子，赶紧给我生一孙子啊！您怎么又来了呀？妈，我配合一下大家。就是这样，一说孙子的事儿就躲。还是我们丫丫争气。我就娶刘小火了，都可以啊，你喜欢就好。什么都可以啊，我乱说的，还真娶什么刘小火？名字还是得妈妈取。我这是自己给自己添堵来了。姐，你先回去吧，你现在跟火哥见面不合适，回头你俩再吵起来，这可是医院大吵大闹的，多不好呀。姐，你就听我一句劝，回去吧。捣乱吗？我来看朋友的。朋友？你的朋友除了刘霍就是毛丫丫，你看谁呀？对，我是来看他们的。怎么了？不可以，别人都可以。
和雨琦呀、啊。当初你跟刘果分开，为了什么？你自己很清楚的。我也真的自己也瞎了眼了哈，当初没有认清你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你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。OK， 这些都不讲了。既然你都已经现在过的日子这么好，你抱住了个大富豪，那你就过你的逍遥日子就好了呀。为什么你还要一直纠缠刘火呢？刚好今天在这里碰到你，我严重的告诉你，不要再来我家了，你真的不配。我不配？你说我不配？这么多年我为刘火做过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不想知道你的这些甜言蜜语，我也不想听了，我真的听得蛮恶心的。刘火，我限你三天之内跟你妈妈说清楚我为什么会跟佟建国在一起，我不想再被人家误会了。在休息哈。刚刚呢，我问过医生了，说丫丫恢复得非常好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嗯。什么干嘛呀？告诉你，我刚刚来医院的时候碰到何雨琪，我告诉你就被我猜中了。他为了想要接近你，他肯定是想方设法的。来这里找你，但是你又是一个念旧情的人，你真的要会分哦，事情的轻与重，什么可行与不可行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现在是做爸爸了，啊！告诉你，无论和雨琦他出任何的招，你都不可以心软，你都不可以再跟他继续来往，因为这样子你让丫丫知道了你们的关系不清不楚的，他会怎么想？难道你想让他气得在月子里面就生病？你一